大家好，我们是彰化县的永大汽车，我是业务小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是这台2021年的 Altis。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所以我们看到它大灯的部分，它采用的是一个卤素的鱼眼大灯，搭配着一个 LED 的雾灯。侧边轮子的部分呢，搭配的是一个16寸的铝圈哦，外形其实还不错看。整台车的线条非常的美，尾灯也是一个卤素的，辨识度相当的高。再来我们进车内看看，首先我们先看到驾驶座视角，这台车它配备有头灯水平的调整，远近灯自动切换，车主还很贴心的加装了前雷达，这对于刚开始开车的新手非常非常的友善。还有电子后视镜，方向盘这边呢则是方向盘快控，控制你的荧幕。这边这是 ACC 系统的操作，有车道偏离、车距警示，然后还有定速。这台车呢，它目前只跑了10000多公里而已，非常的少，非常的稀有。它有恒温空调，然后有循迹防滑跟运动模式的选择。车机呢，则是可以让你接蓝牙、播音乐，非常的实用。摆到后座空间的部分呢，以我身高170公分标准坐姿，我膝部空间大约有2个拳头，我头部空间大约有1个拳头又多一点点。其实不会算是拥挤哦。后座的出风口，整体的内装保持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哦，皮椅也都还很新。中央扶手拉下来，有2个杯架可以做使用，还有6/4分离可以做倾倒的动作。在我们看见后箱空间的部分呢，其实很深，而且它可以放下不少的东西，还有托盘也已经有买好了。最后，如果各位对这台12代2021年的 Altis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我们永大汽车的官网查看这辆车的售价以及它的详细资讯哦。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我是小林，谢谢各位。实在就是 SUM。